哥，你都看到了，我们是一家人嘛。哥，你别气馁，你爸和你姐看不起你，是因为你没有成就。你以后做出点成就给他们看看，他们肯定会高看你的。说的容易，银行贷款下不来，楼盘的事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能做什么？ 要不，咱们还去卖烧烤。卖烧烤？我是做大事的人，你让我去卖羊肉串儿？反正款也贷不下来，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去卖羊肉串儿也不耽误事儿啊。卖羊肉串儿？天哪！我这种气质的人。 居然要沦落到卖羊肉串儿！有我这么有气质的人陪着你，你怕什么？喂，你啊？怎么了？ 声音这么生硬呢？我有点累，上次对你发脾气，你别介意啊。别放在心上了，我早把它忘了。下班以后有空吗？有空。哎呀，今天天气太好了，不冷又不热啊。最重要的是。 你答应陪我出来。所以你就这么高兴？那当然了。哎，今天我表弟来我们公司。他？他不是都不去公司的吗？是啊，他今天来啊，是想推荐一个人到我们桃园来工作，可是我姑妈根本不同意。哎呀，我这表弟啊，跟他妈根本就处不来。他这是干什么？ 怎么还帮别人找工作？肯定是有人求到他了呗。丹峰这孩子要面子，所以他推不掉。可时我姑妈根本就不同意。你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喂，丹峰啊？啊，时间？我有时间啊。哦，见个面是吧？好。 好，那一会儿时光酒吧。行，时光酒吧，咱们见。嗯，再见。你看，说早早早就到了。嗯，你们现在就要见面吗？不用现在，咱们也得两个小时以后吧，去酒吧嘛，得等到天黑了。丹峰这孩子，他平时不怎么喝酒的，他老跟我说，我是做律师的，所以保持头脑清醒。 今天啊，肯定是因为和姑妈吵架了，所以心情不好，想让我陪她喝一点。这小子啊，性格比较孤僻，他万一喝多了，要是打个架啊什么的，就不好了，是吧？好吧，他约你，你就去吧。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宽宏大量？我什么时候不宽宏大量了？不过你要记住这次，下次我要约你的时候，你就得推掉别人的约会来见我。一定。 只要下次你约我，我会推掉所有的约会来陪你的，随叫随到。对了，玉桃，你们一会儿要去的那个时光酒吧，是不是咱们俩去过一两次那家？对，是那儿。哎，本来今天我推掉别人的约会来见你的，看来现在又得打给人家了。
是我，强源，我这边有点事儿，能不能过来一趟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慢慢说。我这边出车祸了。什么？车祸？哦，怎么办？我好害怕。于涛，你赶紧过来啊！我好怕，我在青潭洞交叉口这边。你赶紧过来啊！啊！喂，强源，强源。喂，哥，你在哪里？那好吧，你忙吧，我没事，真的。那明天联络吧。大哥，串来了，尝尝味道。好，今天我们第一天开张，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多提宝贵意见哈。好，会的，会的，会的。好，慢慢吃啊。哥哥，依兰，你来啦！依兰。嗯，祝贺你们啊，终于务实了，送你们一人一件围裙作为第一天开张的礼物，谢谢依兰。看看，还是我朋友靠谱吧，专门来祝贺我们开张，还准备了礼物。靠谱啊。你的朋友怎么一个也没有来的？我谁都没告诉啊，开烧烤摊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恩货，你这样想就不对了，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做什么都是光彩的。对对对，你说的对，我现在啊是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来，依兰，坐，我给你烤两串。
去两位问一下，刚才这儿有发生车祸吗？没有，没有啊。哦，谢谢啊。服务员，两杯咖啡。好的。丹凤，别不高兴了，开心点。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可以跟我说说吗？也没什么，工作上的事。之前败诉的一个案子，让原告丢了工作，他老婆也没有收入。现在一家子人找我给他们解决困难，在事务所里不走。哦，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困难的时候，而且谁都会遇到。你已经尽力了，败诉还是胜诉就不要放在心上了。哪有律师打官司一辈子不输的？你也一样。你今天是不是也不顺？和同事吗？嗯。你也调整心态，好好处理。谢谢你，我会的。哦，对了，那个原告要不要我帮他们找份工作啊？他们现在断了经济来源，日子肯定不好过。我试试看，看能不能在我们公司找份工作。不用了，能跟你说说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想麻烦你。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麻烦？我们不是朋友吗？你要是不介意，就这么说定了，我帮你问问。喂，小艾，你帮我联系一下咱们公司的人事部。我有一个朋友想找份工作，你帮我问问他们，看咱们公司还招不招人。好。谢谢。谢谢你，强人。我以咖啡代酒，敬你一杯。好。今天有你陪着聊聊，挺好。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也要谢谢你，我现在也感觉好多了。像今天晚上这样聊天，不谈公事，只聊私事，咱们俩好像是第一次吧。是啊。哎，你开车了吗？没有，来酒吧我就没开车。昨天工作结束，跟你分开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怪怪的，有种失落感，是不是只有我才这样？合作结束后，一般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会这样，很正常，过几天就好了。哦，希望我也是这样吧。时间不早了，我家离这里太远了，我得回家了。我的自行车不能载人，不能送你回家了。要不我帮你叫出租车吧？哎，出租车！Thank you.
怎么回事啊？昨晚我明明记得放了很多鱼虫进去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卫生间里是。你别放。我为什么不能放？昨晚我放进去的鱼虫是不是被你捞出来了？你有没有看到我桌上的文件？是我先问你的，你把我的鱼虫怎么样了？你是要饿死我的金鱼吗？你看不得我养鱼？我现在着急出门，赶着去省城开会，没时间跟你啰嗦这些。我问你，你是不是又碰我桌子上的报告了？少了一分，你把我的文件弄到哪里去了？是我先问你的，你把我的鱼虫怎么样了？我的文件更重要，你到底把它怎么样了？是你把我的鱼虫捞出来的。是，是我，那是因为谁让你这么做的？谁让你把我的鱼虫捞出来的？鱼是我的，鱼虫也是我的，你凭什么这么做啊？好，我道歉，我很抱歉捞了你的鱼虫。那我的文件呢？你到底把我的文件弄哪儿去了？你快点告诉我。桌上摆的乱七八糟的，我看不顺眼，是收拾过，可我没有把你的文件怎么样。你好好想想，你有没有扔过我桌子上纸？有。早上锻炼扔到楼下垃圾箱了。今天早上的垃圾已经运走了。你为什么碰我东西？你知不知道那份文件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怎么知道你的文件有多重要？再说了，你写完为什么不把它收起来，乱扔在桌上，谁知道它重不重要？你不是在电脑里写了吗？再打印一份不就完了？再打印一份，我昨天打印制作费了多少时间？我现在马上要去赶车，再打印一份来得及吗？反正你的文件没有我的金鱼重要。你金鱼没了，你可以再买两条啊。再买两条？你以为我买两条金鱼只是随便买两条吗？你那不过是几张写了字的纸，跟纸比起来，我的金鱼比它重要多了。你为什么总是这个样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蔷薇比你好多了，那你去找他去。你就那么了不起，那么高高在上，只有你的东西才是东西吗？为什么总是这个样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蔷薇比你好多了，那你去找他去。你早来了。哎呀，我最近真的是好悲催啊！不是被别人放鸽子，就是坐在这儿干等一个小时。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去修车了，以为很快能修好，没想到拖到现在。我昨天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火急火燎地赶到你说的那个地方。我去了，你人呢？我都说了，我的车撞了吗？昨天晚上，我的车撞到马路旁边的石墩上，等你半天你也没来，
我只好叫我弟把车开回去了。刚刚就是去修车了。哦，怎么有问题吗？没问题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送你一瓶酒。送我酒？对啊，昨天害你白跑一趟，都是因为我才耽误了你和你表弟的约会，向你道个歉。好，那我就接受你的道歉。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把他带去和你表弟一块儿喝啊。哎，你别说啊，这真是个好主意。知道你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今天我买单。第二条，合作人未经其他合作人一致同意而转让其财产份额的，如果其他合作人不愿意接纳受让人为新的合作人，可按退伙处理。转让人应当赔偿其他合作人因此造成的损失。第三条，合作人私自以其在合作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喂，唐律师。怎么了？受挫有事吗？哦，没有。你是不是落了一份调查报告呀？如果其他合作人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落在事务所了，刚帮你收拾办公桌时看到的，现在传真给你。啊，不用了，还有点时间，我自己再做一份吧。哦，那好。老板。姑娘又来了，再买几条金鱼吗？我的鱼还在，我想再多买点鱼虫带回去喂他们。哦，鱼虫啊，那你要多少？多买一点吧，我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喂他们，多买一点放到鱼缸里和他们一起养，这样我也省事儿。那可不行。为什么呀？因为鱼是不懂得计饱的，必须要定点定量喂，要不然你喂它多少它就会吃多少，直到撑死为止。啊，会这样？是的，养金鱼的学问可大着呢。姑娘，那你还要不要呢？哦，不要了，上次买的还有很多。那好的，那下次有需要你再过来看。谢谢。Thank you.
走得匆忙，忘了带钥匙。没关系。喝点什么？喝茶吗？好。那我去倒茶。不是你的错，是我没搞清楚，就冲你发火。那份文件找到了，在事务所。你别生我气了。你不用不好意思。那个，鱼虫，我知道了，你拿走鱼虫是为了不让金鱼撑死。我也不该对你乱发脾气，对不起啊。这在法律上算不算双方过失？不是，应该是彼此彼此。你学我口气说话。是啊。早上说不是随便买两条的，买两条金鱼有什么讲究吗？随便买的。我去拿个东西。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啊？哪里，欢迎欢迎，赶紧进去啊。这是什么？你吃饭了吗？昨天还没陪你喝酒，今天咱们多喝点补上。正好我也没吃呢。这酒不错。别人送我的，拿来给你喝。谁呀？杨总。哎，往背后藏什么呢？没什么。坐吧，哥。嗯。新闻了没有？
国际大导演要来咱们这儿拍电影，看了民国片，里面的女主角要穿旗袍，说要来本地学旗袍，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你脑筋果然转得很快，我就是这个意思，这绝对是个好机会。爸，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如果国际大导演新片里的女主角能够穿上我们凹凸的旗袍，广告效果一定是100分。能行吗？国际大导演能让他们的女演员穿咱们的旗袍吗？想办法，一定要让她穿上。今天早上大家都看新闻了吧？国际大导演凯文李新片里的女主角穿的旗袍要在我们本地定做。于涛，哎，具体情况你跟大家伙说说吧。好，新片是30年代十里洋场的背景，讲述的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选美皇后和一个男人的故事。女主角的人生跌宕起伏，他们要在我们这儿订的这套旗袍，就是在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候穿着的一套。全国的旗袍企业这么多，国际大导演为什么要在我们这儿订做呢？咱们这儿是江南水乡，盛产旗袍，而且出产的旗袍品质都非常的优秀。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片就在咱们苏州古镇上拍摄，而且时间非常的紧张，国际大导演想在3天之内就定下来。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听清楚了。我们一定让女主角穿上我们桃园的旗袍。好了，没有时间了，动作要快，大家回去赶紧干活吧。好，爸，设计女主角的旗袍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你一个人能行吗？再说时间比较紧了，咱们公司有这么多的设计师，一起帮你会更好。爸，我是设计，又不是搬家，我一个人就够了。再说了，人多了，相互间的协调配合也很麻烦，还不如我一个人来呢。爸，我有信心。行，就依你。不过时间不多了，你不能给我耽误事儿。嗯。强然，玉涛，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哦，你们桃园也想做？咱们是彼此彼此啊。那就比比看吧。好，比比看。两位这边坐。谢谢。两位请稍后，我去请一下导演。好。Hello. Hello. Yeah, 你好。Hello. Please sit.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We are in search of 2 designers for a dress that we need made, and you guys are aware of this particular project, right? Okay. So you have cards to introduce. Auto 之一陈强元。Okay.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导演之一杨玉涛。Okay, and nice to meet you too. Thank you. You both come highly recommended, and this will be a friendly competition. So I think the next step would be, of course, for you to measure our actress, and so you will introduce her and the gentleman to our actress, and they can be measured.谢谢你们两家愿意为我们剧组提供旗袍，一会儿有小张带领你们去见一下女主角。好的，谢谢。Well, we're happy to have you,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r designs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in, and I'll be talking to you soon in the future. Okay. And没想到你们桃园的手脚还挺快哈。你们凹凸的动作也不慢呢，咱们就看看到最后谁中选吧。回去咱俩都得加油。对了，昨天去你表弟家了吗？去了。
那酒怎么样？很贵的，不上头吧？挺好喝的，我们俩都快不够喝的了。不过，大部分都让我喝了。我表弟他不怎么喝酒的。那就你们俩喝吗？就我们俩喝。你还想有谁喝？没谁喝，随便问问。哎，对了，玉涛，这次的工作有信心吗？我有信心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设计师啊。你有信心吗？我当然有信心。哎，我倒是有点担心。你担心什么呀？担心王海燕不是我对手啊。我是担心王海燕不是你的对手。不过我们还有别的设计师。谁啊？你那个同学，连依兰。你少胡说八道，他不就是个看库房的吗？算哪门子设计师啊？你怎么了，圆圆？我跟你开个玩笑的。嗯，开玩笑也不要过了。走吧，咱们赶紧回去，抓紧开工。你先走吧，我再坐会儿。好吧，再见。哎，谭律师早。早。小西，事务所昨天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儿。你那边怎么样？顺利吗？顺利。喂，哥，电话，哥，坐。哥，找我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刚好有点小空，约你出来坐坐。咱们不是昨天晚上才在家喝完酒吗？有什么事儿昨天晚上不方便在家说吗？就是我弟弟，知道我有话不方便说。我是想问你啊，你跟连依兰住在一起，方便吗？还行。还行？嗯。你怎么打算的？跟他一直住下去啊？我是怕让姑妈知道了，到时候她怪我。我的心为你而牵绊，转了一圈又一圈，回到原点，感觉到幸福已不远。借着那星光灿烂，在喧闹的街边，我们肩并着肩，幸福在蔓延。跟随迷人的轨迹，爱着你，我的生命从此有意义。无论有多少羁绊，不怕有多少黑暗，脆弱的心永远为你勇敢地跳动。与你相遇，给我太多太多的感动。相信爱情的力量，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会陪在你。